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现在发一本《华严经》第一集给各位，好不好？念一下：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太重要啊！这一部经各位一定要读，难得你懂中文，你懂中文却没有拿来读佛经，那就太浪费了。所以我每天都喜欢看经典，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然后坐在车上我就可以思维，顺便洒洒甘露啊。那其他时间我在台上啊，所以那在台上最好能够经常讲经说法，但是也不能光讲经说法。我师父跟我说，光转讲经说法不力道不够，一定要上供下施，这个资粮要够啊。普贤十大愿这个资粮要够，不然呢再来生命的体验要够。如果我们讲经说法生命的体验不够，讲出来的就孤噪乏味啊，就用不到。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去接触各种的众生，乃至是领受众生的苦，更要去体悟佛菩萨的悲心啊。那这样我们来闻思修经典，这样你会更认真。但是闻思修经典千万不要读了就算了，那还是佛菩萨的，就是要把这一句经典的法要融入你身心里面啊！你要跟经典合为一体，跟这个法合为一体。所以三宝里面法最重要，所以经就是戒律。所以各位，你读大乘经典的每一部法语都是戒律，戒律就是要用在我们的要守戒，要如此去做。所以当然整部华严经各位可能要看完一遍要7天到10天啊，这样又看太快了，只要你能够看49天有一点点心得。所以我把华严经在泰国找时间他们看了一遍，他们是带我们去禅修修解脱，我就借这个机会看完所有华严经，然后呢整理这里面的重点啊，然后所以有三本我整理好，然后也要利用今天的机会把这三本要送给我们一些护持生命电视台乃至生命道场的功德主，好不好啊？啊，这印这三本是不贵的，但是海涛法师整理下来就有一点贵了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整理了这三本《华严经》的精华，哎呦，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啊，因为这是精髓里面的精髓，然后各位能够用在日常生活。但是我希望各位看的是整部《华严经》，好不好啊？啊，然后所以将来有机会，我们已经办了几次《华严经》法会。这也是佛教里面最重要的啊，读诵华严经。所以
华严经在中国就单独成了一宗显首宗啊，所以以法华经为主的是天台宗啊，所以以华严经为主的这些历代祖师，那几乎每一位大菩萨都必须要读华严经，他才了解成佛的次第。所以华严经是可以讲汉传佛教的菩提道次第啊，特别。最后，善财童子告诉我们如何亲近善知识，然后从善知识里面讲了成佛之道的方法。所以，我们整理了三本，然后各位如果我们会把这三本都会放在各道场最近，对吧？你看完第一本，看再来拿第二本、第三本，好不好啊？然后你在家里也能够请一套《华严经》，经常读诵。最好各位把《华严经》变成各位的早晚课，什么意思呢？哎，每天早上读一个钟头，每天晚上读一个钟头，这样呢，当然你可以读一整年啊，甚至你一个钟头变成两个钟头，法喜充满啊，然后深入这个华严藏海，然后呢，产生我们的行为的改变。所以，如果你读《华严经》，你会觉得真的是。太殊胜了，感谢佛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第一部讲的经就是这一部《华严经》啊。但是那时候对世间人讲，恐怕不能接受，所以对小乘根器，对世间人不能接受。所以佛陀到天上去讲啊，到每一层天，为这些已经有福报了，进一步愿他们的福报能够提升，而讲了《华严经》。另外讲了一部经呢，是属于密乘的，叫《诸佛名号咒语经》，就是所有诸佛的名号跟咒语的功德啊。这部经我们最近也有印，也叫《诸佛名号》，然后持咒灭罪经，这各种咒语啊，就讲了这两部，一个是属于显教的圆满的，一个是属于密乘的这些咒语的功德。那我想各位这两部都已经翻成中文都那么好，那这两部都是福藏物啊。那福藏物就是等佛陀入涅槃了，由这些大菩萨取福藏出来啊。在这《华严经》有龙树菩萨取福藏，然后呢，透过了那些大德的翻译啊，特别《华严经》有很多祖师大德参与翻译，所以。这是一个中文里面最圆满的、最圆满的学中文的人最高的阶段，就是能够看的这些大乘经典，哎，所以我们三乘华严经，我们就读读里面的重点的重点啊，你知道，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我就带各位读一点点重点，请翻到第二页。一赞曰：念一下，守护清净界，修行广大忍，精进不退转，光明照世间。啊，那我想在里面一开始《华严经》的礼赞文里面写了这个。那一个修行人发心所要做的，特别菩萨道，第一个守护清净戒，对我们来讲，五戒、八关斋戒、十三戒，更重要的是菩萨戒。那外表表现出来，修行广大忍啊，这个广大是无所不忍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去找逆境来修行啊。如果你要成就更大的事业，就更大的逆境啊。那更大的障碍，有更大的障碍，你才有更大的功德去修广大的忍辱啊！就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放生，也要修忍辱啊，对不对？你要去推动佛教，你要修很大的忍辱啊！那你不这样去推动，那佛教就推动不了，我们资粮也不够。但是你要去做，要处处有障碍，所以要修行广大忍。啊，所以我们不动佛，来无嗔大悲，诸缘不动啊，甚至莲花生大士
在末法多七情连思，因为障碍多，非常多啊。更重要的，精进不退转。所以各位呢，心无疲厌啊，永不退转。所以我们不能把佛法当消遣，听听就算了。我们要追求成佛，追求利益众生。所以两边都要努力啊。所以大乘佛教最重要是，你讲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要不退转大悲菩提心，你不能舍弃众生，啊，所以要精进不退转，这样才可以光明照世间呢。所以让我们的功德智慧就像点灯一样去利益众生。所以古时候的祖师大德呢，就是四句话就用一辈子，啊，所以经典当然可以看，但不要贪多，但是每一句话。你要去实修啊，所以刚像各位这样好了，现在这四句话，然后你检讨一下海涛法师有没有做到。你要说没有，你不要说有啊，你要说没有，那继续努力，谢谢，这样啊，至少我没有做到过午不食啊，我没有得到清净，对不对？我每天都想要过午不食，晚上不吃多好嘞啊，医生说不行啊，后来我到现在还在开会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说我们是修大乘佛教，小乘的戒律我们都没守好，那不行。所以我经常去泰国、缅甸，我一定过午不食。你要泰国、缅甸去，你晚上吃，连老百姓都看不起你哦。那怎么办？拿回房间偷吃，很惭愧，对不对？后来觉得这个很惭愧，我说人家是小乘，人家都做得比我们好，所以要做到，因为你要度他们呢。你要度他们，结果你晚上在吃饭，你还度得了泰国、缅甸的吗？度不了了，他看不起你。所以我讲这一点还是要，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修大乘的，那些修大乘的是基本的。所以也刚刚讲了道仙律师，大家尊重他，日中一时，对不对？身体又好，所以。还有得到天人加持护持。再来第二，那我们要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因为佛的庄严所以念一下二。切自念言：此佛世尊作何等业，或于如是上妙之身，相好圆满，光明具足，眷属成就。宫殿严豪，福德智慧悉皆清净，总持三昧不可思议，神通自在，辩才无碍。善男子，好，先念到这边啦。所以各位，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要想佛为什么成佛呢？为什么佛此佛世尊作何等业？那你要学佛啊，要学佛如何成就佛道？所以你要去思维，而不是说。我赞叹佛，我拜佛，但是我不想成佛，那这样就没有发菩提心。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譬如说我这个道场是我的，我现在要建要贷款，然后有时候我就忘了我要成佛因为每天就为了现实的我要赶快去募款，把道场盖好，把佛像弄好，然后就久了就忘了他要成佛了。所以各位，这一点永远要记住。你的目的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不能忘了，你不能为了眼前的道场的经营，眼前的法门宗派，然后呢，眼前的这些，而忘了就近的目标。所以佛一直在叫我们不离菩提心，不离菩提心，不要忘了要成佛，不要忘了要度众生。我们不能为了现实的利益去攀缘所以现在也末法会有这种现象。办法会的目的就是号召信徒，钱多道场大，但是呢里面感受不了菩提心所以甚至有一点自赞毁他，自己好，看不起别人然后就变成一种山头，变成一种大道场这样我认为就很可惜了就离开根本的目标。所以拜佛像，大家就来买佛像，看谁庄严谁贵。但是问题是，就是
造佛像的人也好，买佛像的人也好，拜佛像的人都不知道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认为不分在家出家，各位进出道场的人，你从二楼走到一楼，你也要让楼下管理员觉得这批人不一样啊。哪里不一样？他讲不出来，但是每个看起来都一样，为什么想要成佛？对不对？至少你要跟人家不一样。别人坐公车你也坐公车，别人上班你也上班，别人去餐厅你也去餐厅，别人吃素你也去吃素，但是不一样，因为你为了要成佛。你不是说我吃我的素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进素食餐厅而跟别人来吃素都没有关系，我付完我的钱吃素，那你就忘了菩提心了。当你在吃素的时候，你要升起一个菩提心，愿所有的肉我要超度它，愿所有来吃素的人都成佛，然后你就一直要用这个心对着老板，对着夹菜的，对着洗碗的，对着客人，都不能够离开。我为了他们啊，我吃素是为了他们，我要愿他们成佛，愿他们得到功德。你要有这个心态，你自然就会发光，光明照世界啊！你不用讲话的，因为大家语言文字不一样没关系，但是感受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你这种心灵的力量就可以感动那些众生，连最远的天人乃至鬼神都知道，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你想着要利益众生，所以拜佛是为了成佛，身上带着佛像是为了成佛啊，看佛经都是为了成佛，这个动机不能忘了。所谓末法是为了钱，为了宗派，为了个人思想，为了买土地，然后呢就变成他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修行啊。就像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堪布，成为一个格西，成为一个法师，那不是一个名，一个知名度，而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成佛，这个动机要很清楚啊。所以各位来参加法会为了什么？ Right， 不要搞错了啊！所以你来拜佛，所以你来供养佛，所以为了成佛，所以我要追求成佛之道，我要看佛经，我要亲近善知识，为了成佛，所以我要帮助楼上楼下所有众生，路边我走够的任何一个。你为了成佛你不施舍，你为了成佛你不放生，你为了成佛你不做火供，你不做烟供，为了成佛你不念阿弥陀佛，那会有这种语言的人，你就他不想成佛。为了成佛，你认为你修密宗对，你认为你那个修显宗对，你认为你修南传对，然后通通不对。为了成佛三乘都要圆满，为了成佛你不能只有帮舍拉且而不帮故而言啊，你不能偏哪一边。因为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空性，要面面，不能忘了我们的基本。所以做任何都是方便，不要让自己归属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道场，这句话听得懂吗？不要告诉人家这个，你告诉人家这个你就划清界限，我跟你不一样道场，我跟你拜的是不同一个佛，因为你把自己局限住属于归属哪一个，搞组织搞派系那就完了。那有时候就像楼上楼下两个道场从来不交流的啊，因为什么？怕我的信徒跑到你那边去了啊！你要钱我也要钱，如果不要钱只愿意追求菩提心，那就没有冲突，互相学习。但是如果有现实的金钱各种利益，那就不要谈菩提心，免得信徒不见了啊，那就会有对立。所以我们不能把世俗的心拿到佛教来，为了要成佛，所以你要一直一直问自己，看佛经啊，每一尊佛，88佛、1000佛，他们是怎么修行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相好圆满、光明具足、眷属成就啊？这么多护法、宫殿严好、福德智慧悉皆清净、总持三昧，哦，不可思议，神通自在，辩才无碍。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了要成就这个，所以怎么做？那佛，如果你发起这样的心，佛就会加持你，善男子，尔时如来知我心念。所以各位，
佛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知道啊，你需要他就会加持你，你不需要他不会跟你讲的。莲花生大师说啊，我随时想着你，但是如果你不想我，我就没办法加持你。任何佛菩萨都一样，阿弥陀佛念着我们，你不念佛，你不想成佛，那阿弥陀佛也没办法。你相不相信一个人真心想成佛，只要合掌一称南无阿弥陀佛，请问阿弥陀佛会不会马上驾到？哇，有人要成佛了啊！他会24小时分分秒秒的照顾你，因为你是人间珍宝，叫仁波切啊，你是人间众生的未来的医护者，靠你了，靠你了。这个世界各位要真如此，所以我们看佛经要这样回光返照，而不是说这个字句写得很好，如何如何，那跟你没关系。就是说佛替我们讲这些经典，是要我们相应，要应我们的心，叫法应应哦。我要成佛，因为佛有这么圆满，那佛知道我的心，这个叫谦哦，那么谦哦啊，阿弥陀佛谦哦，干嘛把谦哦？他知道你要成佛，所以他告诉你如何成佛。那你会说，现在没有佛，佛来怎么告诉我？哎呀，佛有大神通啊，骗知一切啊！你真的想要成佛，佛连梦中都会来加持你，创造各种的因缘，让你日常生活都是学佛之道，他都在帮助你成就波罗蜜，因为你想成佛啊。所以念一下，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各位都会背。一个人发起菩提心，百千万亿佛都来加持。所以我们后面念的这几句话就变成戒律了，各位一定要去做。你念一句你要说我做到没有，第二句我做到没有，没有做到最好不要跳到第三句，我在这边努力吧。你要决心做到啊，这样才不会研究佛法啊。研究佛法的人很麻烦的，他的知识超过于他的修行，他只会骄傲，他完全没有悲心，他只会批评佛教。我们听他讲法很痛苦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实修，他没有实修啊！所以我在这一点，我有时候别人找我谈佛法，这个动机不对，我都不想聊，不想谈，因为这高高低低呢没意思啊！因为对方有骄傲心的时候，就不谈了。所以我想，如果你把你的宗派认为是最好的，那个就是骄傲心，那就谈不下去了。啊，没有一个宗派是最好的，没有一个法门是最不好的，啊，所以对于密宗，我有时候我跟很多密宗的上师或者居士在一起，对方让我一感觉说他认为这个是最高的，我就很少跟他在谈，因为什么会让他造业？因为他看不起，啊，他一看不起，骄傲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众生像我们的母亲，虽然他不懂得字啊，他不会阿弥陀佛，但是他对我们的恩重如山啊！啊，我们绝对不敢看不起我们的母亲的，就算他没学佛，我们会用母亲的语言跟行为来度母亲，要很亲切啊。那我想你学佛越高啊，那你就更谦虚、更入众、更柔软啊，因为我们要。按照这样去守戒，所以如因法不可坏心，灭除烦恼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断除烦恼，你不断除贪嗔痴这些造成生命轮回的因，那怎么成佛呢？所以第一个戒律，因就是戒律，不可退转，你永远是要有这个出离心啊，灭除内心里面的烦恼。第二个呢？取着是对外的执着，因发无能胜心，破出取着，我要出名，我要太太，我要儿子，我要得到什么？这对外。那无能胜就是最坚强的心啊，所以弥勒菩萨叫无能胜，弥勒，所以来破除种种的执着，因发无退却心，入深法门。你不要觉得这个法门是难呢、啊，我想就像母亲病，
你要到深山里面去拿一颗药，可能你会死掉，不然拿不到这个药，不然那个母亲会死掉。但是你不能因此而退转，也就是说修行人不能怕苦，不能怕苦啊，苦的有没有意义而已了啊。如果说一个讲法好了，你现在要念十万遍嗡嘛呢叭咪吽，那你就一直嗡嘛呢叭咪吽，这个教育方法不见得正确啊。嗡嘛呢叭咪吽代表什么？代表用对所有众生不舍弃的大悲心跟行为，你要加入这个心态跟行为来念十万遍，那这样有用，而不是告诉你你念十万遍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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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达到十万遍，然后终于我 OK 了，这样我可以进一步追求高一点的了，那就是在世间搞学问啊。所以我想所谓圣深法门，各位你在亲近这个善知识的时候，你一定要真心的关心他，了解他，他真实明白这个大悲心啊。但是如果汉传佛教的讲法没有善知识，不容易。以经典为主，以戒律为主，以佛陀为主 OK 了。诸佛菩萨时时法身常住加持我们，应化无量啊。这个是汉传佛教很重要的精髓啊，因为骗一切处，那当然诸佛菩萨会应着你的心而显现这个化身来引导我们啊，在某一样的时间就不一样的应化。但是无论如何，各位在对各种修行这个入深法门，就是说简单的说专心，今天我决定要念佛一万声，愿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升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念一万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要有这个深入啊，然后今天你要把楞严经看完，那你要真的去看。所以有时候啊，我像我那些徒弟如果犯错事，他们说师父你要给他处罚，我都说那你去读三遍华严经，然后他就跑掉了。我哪有处罚，我说你就好好跟我们就供养你饭，你就读三遍，然后他就跑掉了，他没办法的，他应该去外面聊聊天，哈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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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叫他读三遍华严经他就跑掉了。他做错一件事情，我说那你去拜七遍三昧水忏，他也说对不起，我看我先回家照顾我妈妈好了。他连自己读了都不想读啊，那读不下啊。那你读三昧水忏，三昧水忏是三藏十二部悟达国师用了十年把三藏十二部汇集起来的精髓，叫三昧水忏。你不要把它拿来感情忏啊，那是一种替所有众生忏悔的法门啊。所以三昧水忏光文字就让你赞叹。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配得这么好，这个人不是佛也没办法配的这种翻译。那古时候的翻译祖师都是佛现来的，不是人做得到的。啊，三十个字化成三个字，这三个字代表三十个字的意，所以佛经虽会不能懂，没有善知识讲你看不懂的。所以汉传佛教博大精深不是一般人懂的。啊，所以不要看不起。所以我的意思是啊，今天要成佛，我经常跟很多格西上师说，你不学中文啊，不汉汉人经典，你成不了佛。啊，我也跟汉人说啊，你要成佛，汉传经典懂了，你不懂得密宗的观修，你也成不了佛。啊，这要两边都要通。但是呢，不管你学汉传佛教，学藏传佛教，你没有南传佛教真实的不摸金钱过午不食断除欲望睡魂目的出离心，修不净观你也成不了佛，动不动就还俗，境界一来就倒了啊。所以无论如何啊，这个世界变了，这个世界不像古时候你在那个山我在那个山我修我的宗派，这个世界是一个互相交流了，是三乘同修的，包括世间的宗教你都要懂，世间的各种宗教你不懂，那你还不懂佛法是什么，因为佛法是要帮助他们的，不是要改变他们的信仰，那如果你不懂不行啊。所以我想入圣深法门，那这个整个众生界你都要去了解，你不能说懒惰啊，煮饭能不能成佛啊，
所以以前我不会煮饭，我师父就会拿来。祖师都是从厨房出来的。哎呀，我这下头痛了。我就认真煮给我师父吃，煮到他翻脸，干脆我来煮。哎呀，我已经努力了，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跟我师父口味不一样啊，所以但是我煮的，师父你不是说厨房出来了吗？我煮给你吃，现在你烤倒了。我煮的东西是不太加油的啊，我喜欢吃淡淡的这样啊。那别人给我吃是又油又咸的，因为各位都知道，我喜欢吃白饭加苹果 ，OK， 我就这样就 OK 了。我喜欢吃汤，然后菜放下去，然后就夹起来 OK 了，一点也不用炒。所以他们给我弄三个菜，然后煮三碗盘子，多浪费，放了肚子还不是一样。所以我可以告诉他，人家中国人说罗汉斋，你就把三样菜炒在一起，然后我就一次夹，不 OK 了，对不对？你要增加我的贪嗔痴嘛，啊，然后我每次都吃不完，对不对？因为三盘菜，菜就要量就要大，对不对？要叫硬吞，那就不对了，啊！我想各位呢，学佛了，你看知足最重要，对不对？现在人都是吃太油、吃太咸、吃太好，所以个个要挂急诊，高血压什么一大堆，麻烦了啊！所以他们最近叫我，医生叫我去走路，走到我都瘦了啊！原来走不到一个礼拜就瘦掉啊！他说，医生说你每天要走9000步，天9000步，买给我手表，天天那边走来走去，我才知道一个礼拜就瘦了4公斤。各位赶快去走吧！啊，所以。就这么简单，你说你们怎么瘦那么快？你怎么不会瘦？因为你吃太多啊。翻过来，所以各位对，只要是帮助众生的法门，你跟你没关系，你都要学。你不能说这是我格鲁派的，这是我汉传佛教的，这是我南传佛教的，你这个讲法会让佛伤心啊，舍弃众生啊，啊！所以我要去美国了，我就找了一部天主圣经好好看。我到了其他的国家，我就拿了《可兰经》看。为什么？我要了解怎么样的让他们的信仰更圆满，希望他们生活更好。所以，而且我要看得很精，这样所以我到了教堂啊，我比祈请佛还努力。佛是自己人呢，随便讲讲就好了。那个上帝圣母里啊，我要很认真的祈请他哇，因为我为了所有天主教。所有的基督教我要很认真，对不对？我要让上帝感动，这小子念得还很认真他爱我的子民哦，对不对？那你要很深入，那你不能说、哦、我没时间，我刚看我们的佛经，我就没办法看圣经，那你这样讲错了。随顺因缘精进因缘就是老师，不能偏，不能偏说我定好一个功课。我最近有一些人来找我，师父定了功课，定到得忧郁症的。你怎么你完成不了，你不可能这辈子成佛，你定这么多功课把自己逼死了。那师父那你不是很忙吗？我忙得很自由啊，该睡就睡啊。对不对？那是心很用功在当下。各位要抓住这个啊、哦、因为禅宗你要学啊，禅宗是处处都是禅位。对不对？处处都很认真，都在般若关照，对万法的实相，现在被你摸到了，你也要去关照。所以各位呢，就吃饭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候走路，照桌禅，对不对？打坐的打坐，你每一样都很专心，要深入，你不能懒，你不能懒。哦，现在我上课很专心，哦，我下课就分心。你要把这个禅，把般若智慧用在日常生活，把悲心用在日常分分秒秒。所以这个叫入圣身法门，这每一个法门你都要去关照。所以我跑到天台宗的道场，我在那边住几天，对对，每一位祖师大德我都要做观想，然后呢，希望能够印入祖师的心，以心传心呢。达摩祖师讲，对不对？你有那个心，那你对天台宗的大概有一点了解就好，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们来到了国清寺，来到了祖师道场，来到印光大师的房间，那你就要很认真。
不浪费。就像我跑到虚云大师的道场，我就很认真，很认真啊。所以到了慈航法师的道场很认真，我一定要把慈航法师的精髓全部都用在我身上，这是我供养祖师最好的方法。然后出来以后说，你怎么看起来像慈航法师？对了，对不对？没有白修了。所以修地藏经呢，要让人家感觉你像地藏菩萨，看你外表没变，但是感觉就像地藏菩萨，因为你在修地藏经啊。所以各位要这么努力去看普门品，去念大悲咒，也就是说对每一个法门你都要这么认真啊。身就是从内心里面跟它相应，入身圣法门啊。所以每一个法门你都要学，你不要学世间学问，说我一个法门就 OK 了，这样讲太自私了，对不对？这只是为了凸显你的知名度，你在某一个法门是有研究的，这个是世间博士。佛教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要完全的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随缘，不是随便，是众生有需要，所以我就要学，我就要帮助啊。那我最近可能要想要去学占卜了，三个西巴达瓦就 OK 了啊。对，然后呢，这个法门重要就要学啊，因为对别人有帮助，你无所求就好了，又不是为了红包在占卜啊，是为了利益众生。卜龟要不要学啊？要卜得很准，对不对？以后卜龟都来找我，我帮你卜龟。这是我们禅师法师，卜龟很稳，100%，没错过啊。所以他不随便，但是他很认真啊，因为他很虔诚，对对方有帮助。而且他只要卜龟完，再苦他都会念。他有一次卜龟，他为一个病人卜龟。他说要念三部水忏，他保完以后完了，我要念三天了。那是他把它念完，因为他既然保不说要替对方念，哇，三部水忏他就开始念了，这个叫负责任。所以那如果说他今天保不说要念三部水忏为对方，他不念以后他不会，永远不会准。佛跟你讲，你不听了，不听他你就随便跳吧，你依教奉行，那他永远加持你。所以他真的把三部都念完了，回向给对方，对方好了啊。那所以各位，这就是你今天要问，那你就要很虔诚。你跟佛讲了，我全然的交给你，你告诉我答案，我就依教奉行，对不对？不是狼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依教奉行。所以我想各位，一止善知识第一条也是不能欺狂师长，对不对？师长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好，依教奉行，那你真的要改。下回又如此，就是让师长懊恼，这小子怎么还这个样子，那么毛病，每次跟他讲不要睡觉又在睡。一次两次三次，你要让师长烦恼，你要造业。那你要让佛菩萨烦恼，那就完了。所以我想各位在佛前发愿，我就叫很认真啊。反过来，第四，这边讲的都是成佛的方法啊。因法能堪耐心救恶众生啊，所以各位呢，越难度的，你越要去帮助他，你不要舍弃他，甚至心里排斥他、批评他，这个真不行啊。他怎么伤害你，你都要对他有悲心啊。所以就像财首菩萨一样。被打，对不对？打了80000年，少了7天，他都不舍弃对方。终于释迦佛度了弥勒佛啊，所以这个能堪忍耐的心啊，被伤害被打，就像富罗那尊者，对不对？佛陀说你要去说法可以吗？啊，骂我啊，他骂你呢，这些外道很难度了，至少没打我。他打你呢，至少没把我杀了。他把你杀了，刚好我解脱。意思是说，各位都听过，那就是他不会退转。这样好了，做个比喻，我把各位明天送到台北看守所，一人负责一个班，300多个人，3天跟他谈谈佛法。你要说好，你要说这个我不行，给你3天准备功课，好好研究受刑人心态、业报年纪，你要讲什么他能够听。你要可以啊，
那对方侮辱你，你还要表现出你的被侮辱的温度的风度，让对方慢慢哎，可以啊，这个人还真心的。老实说，一个居士要拿到看守所的教诲师的执照很难的，那个教他要调查你很久的啊，而且知道你这个人，因为以前我们在监所的时候，有些人意志不坚定，还帮里面的人拿毒品啊，干什么都会有的，甚至去里面是为了知名度，你看我去监狱，我好伟大，都有的。后来看守所的人就各自定了很多规矩啊，当然最重要是这些受刑人，你对他真是有帮助吗？啊，真的是悲心吗？那我想各位，你一定要有那个资格。那为了要得到这个，所以你要怎么做？所以要有这个，你为了救恶众生，你不能退转，你要一直想尽办法受他侮辱，你还是要度他。一个妈妈会舍弃吸毒的儿子吗？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吸毒的儿子，所以这个妈妈才会精进啊。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末法，这个恶众生特别多，但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为他们而精进努力。再来，因发无迷惑心，普于一切诸趣受胜。那你今天要成佛，像佛这么相好庄严、辩才无碍，那你一定要投胎地狱道啊！那你要投胎畜生道，做每一种猪啊、狗啊、猫啊。但是你去投胎，你还是保持正念。我这一只猪啊，是家差耶，是来利益众生的，不交配的，然后呢，在里面帮助所有的，对，而且不是光做猪呢。所以各位，我刚出家，我师父教我这一句话：你每一种生命，你要去做它七天，观想如何做女人七天，如何做蟑螂七天，你要虽然现在没办法去做蟑螂，但是在诸趣，就趣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天道、人道。那现在这样讲，你要讲说医院的院长、护士、看守所管理员、门户管理、病人，你都要去做过。而且你去那边的时候，你不会被他们的痛苦、快乐啊所迷惑，叫无迷惑心。我来做猪，我来做有钱人，我来做立法员，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或是不能超越痛苦。要应发无迷惑心，普于一切诸趣受生，这个叫慈悲禅。禅等于说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站在密乘是修本尊观，这个比较容易，本尊又不会苦啊，我跟佛一样。那站在我们汉传佛教呢，修的是畜生观、鬼观，我要跟鬼合在一起啊。那事实上是这两个都要啊。我们变成不动佛的目的是要下地狱，要度那些自杀的、堕胎的，去帮助他啊，普一切诸趣受生，以不动佛的心态、悲心去帮助对方，而不退转啊，叫。因发无迷惑心，普益一切受生。各位，依教奉行佛，好吧，下辈子做骆驼、做猪，你们负责啊！你不能说哦 ，no， 我还是要做美女、做有钱人啊！那这样，那你就没把。所以各位，你读了这一句话，你要马上问自己。愿不愿按照这句话去做，答应佛。如果你现在答应佛，请问佛现在在不在？当下佛就在高兴的为你再说下一句，因为你接受了第一，你接受了第二，你才能够接受第三。要这样来看经典去实践，这叫闻思修啊。我的师父常警告我，你不要把解释完以后以为就交差了啊，你解给人家听，你自己一定要发愿去做，你才去讲，不然你会心虚的。啊，那我们叫教学相长，大家互相激励，这样你才能够成佛。第三，应发无厌足心，求见诸佛，无有休息。所以现在有些人很喜欢说，我念一尊佛就 OK 了，其他我不要。这句话不符合经教。不符合佛陀的讲法啊，因为每一个佛，你既然要度不一样的众生，一个佛代表一个法门吧，对不对？那你要对所有的法门都要了解，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我要求见一切佛，啊，得佛加持，得佛灌顶，所以要有这个无厌足心，啊。但是现在是有一点贵恐怖了。我喜欢拜地藏王菩萨，但是我看到文殊菩萨不太高兴，是吧？事实上，一即一切，你接受念一下虚空藏菩萨。你最喜欢虚空藏菩萨，所以每一尊都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那可以。你接受阿弥陀佛的灌顶，但是对你来讲，每一尊佛菩萨都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只是内容不一样。那事实上，动机修行的方法都一样啊。所以各位要这样去看。所以我最近这一尊摆久一点，因为各位可要背下来，以后你做梦哦，我知道虚空藏菩萨啊。因为虚空藏菩萨的悲心啊，为什么要各位多看虚空藏菩萨呢？你要多念啊，以后你看这个以后就自然背下来，所以叫虚空藏记忆的力量很厉害啊。然后虚空藏菩萨叫念一下随心满愿啊，你想什么，你礼拜称赞虚空藏菩萨，那你不用讲随心满愿啊。所以有一部《虚空藏菩萨经》，对吧？那各位可能要，如果你有缘就看。那这个叫入甚深法门不退却。你们说哦，我没时间，师父叫我念十万遍嗡班扎萨多哄啊，那这是借口。所以我想，那一定要只要利益众生的，刚好你有缘呢，你就要听，你就要学啊。所以第四。应发无知足心，悉受一切如来法语，一切如来，而不是一尊佛或是一个法门，要完全接受所有佛法语，就是它的真理就已经滋润在你的身心里面。法语无厌足心，为什么无厌足心？因为众生无量无边，众生苦无量无边，所以我希望得的法无量无边。应发正思维心，普生一切佛法光明啊，所以要让自己放光，嗡啊吽，八万四千毛细孔放光。所以各位，你如果你到一个非佛法的地方，甚至这批人都不是佛教徒，不管他是动物啊是人，那个时候你就要用这种心跟光去给他啊。那时候我思维所有佛陀的教法，自己所做的功德，然后从你的眼睛，你看他眼睛放光，你听他讲话耳朵放光，你在讲话，然后你看到他外表，你身体放光，把佛的力量完全供养给对方。念一下嗡啊吽啊，所以要各位要不离这个以心传心。每一个佛都是如此。现在事实上，这个都是为什么佛成佛？因为他已经具足这些功德戒律。那我们应如此想啊，虽然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但是至少我这样想，正思维，思维是一种愿力，愿我所到之处，听闻我声音，看到我形象，想到我，看到我相片，骂我者都得我功德啊！因为他一念你，一骂你，那个海涛法师又在放生，马上得到加持。因为就是希望结这个缘嘛，啊，得到你的功德，得到大家的功德，所以要普生一切佛法光明。所以各位，你不能，台湾话叫会花体，好不好？你要永远放光，放光，放光，因为你到哪里都要放光啊。那为了把这个光圆满，所以要不断的累积善根资粮，善根资粮。那这个善根资粮如何放光？就是不离大悲心，就是油啊，对不对？一直加油，一直加油啊！想了众生苦，引擎就会转，然后呢，去利益众生。再来，应发大住持心，普转一切诸佛法轮。大家来做住持，好不好？你要说好。住持不是要开始盖庙、墓园、画馆了，太累了吧？啊，住持是你住持佛法，大住持，你要把所有佛陀离苦得乐的方法，透过你而布施出去，叫转法轮。转法轮，啊。这个人我帮他念心经，那个现象我帮他念大悲咒，立法院又要再吵架了，赶快念咒啊，又要搞选举了，赶快念啊，如何如何啊。所以那你一定要
因为这个法轮就是对治黑暗的，对治痛苦的，所以各种众生有各种众生的烦恼，那我们要住持正法，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一切为了众生，这才叫住持。所以哪一天你已经90岁了，躺在老人院，请问那个时候你有没能不能住持正法？对，我躺在那边，手脚不能动，我的心还在动啊，希望这个老人院所有老人、所有护士以及老人身上冤亲债主离苦得乐，整个世界的往生老人、受苦老人得到你的力量，因为你心还在转啊，肉体哪一天死亡了，你还在动，因为你会趁愿不断的在利益众生，这个叫住持正法啊。所以我想这个末法时代钱不是问题，这一栋楼我们买下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不必要啊，这个钱拿来设大钱，我们拿去做烟供香，放生，因为已经有了，了解吗？太多了，只要别人有，我们都随喜就好了，对不对？借用借用就好了，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要的是效率，而不是那个东西啊。效率，如果在台北盖一个色拉切佛学院，有没有必要？这个有必要了啊，因为色拉切要国际化，美国要有一个，欧洲要有一个。东南亚有一个，那大家就去读书吧，去出家吧，啊，那这样有必要。那像我们这边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啊，像我这一次去新加坡，他们一直怂恿师父带我去看好几间，师父买下来。我说新加坡大楼那么多，楼下都是停车场，就在那边弘法不是很凉快吗？对不对？新加坡一楼够大了吗？对不对？每一个一楼都是停车场，如果有师父来念经，人家还谢谢呢。啊，我的意思是说，就不要，不需要这些钱呢，用在需要的地方可以了。也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位大菩萨说：“那师父，我工厂给你用。”我以为还小，一进去，哇，装1000多个人，那够大了，免费的。隔壁还可以放生，然后又带我们去楼上走一走。哇，办公室的师傅，这办公室也给你用，我还烦恼这么大怎么办？比这一间3倍，这下可烦恼了。啊，在新加坡这么大3倍的办公室，我就跟湛江，我们一人睡一个房间。啊，所以各位，他也好，我也好，他办公室停的空的就是空的，对不对？啊，他已经赚了钱，也不用再租人家。但是问题是，你有动机好烦，你就不用为那个烦。现在烦什么？烦色拉切，怕他没饭吃。这个需要，非洲哪里有需要，赶快帮忙啊！我这个人，我的想法，锦上添花，我们随喜；雪中送炭重要，对不对？那些需要的，不分宗教的，先帮再说。让他们吃得饱，睡得好，先解决他们问题啊。现在可能比较急，可能还开一个什么什么动物医院，对不对？按照佛法医他，对不对？你医了老半天，你要让他吃肉，白医了。你要帮他，顺便也要给他佛法啊。这些流浪动物，现在流浪动物现在政府不扑杀了，不扑杀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衍生的问题也不好了，对不对？那这些，他们现在就是烦恼了，不扑杀那怎么样的去照顾这些呢？啊，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法门呢、啊，就是要努力了啊，所以集合大家的力量，下回我们开班替狗打针，抹皮肤药啊，那各位要学啊，要学这样利益众生，你不能说这个跟欧玛尼贝美哄没关，这个就是欧玛尼贝美哄，那一只狗就是观音菩萨，成就我们的悲心啊，那这些我们都要学。再来，广发应发广流通心，随众生欲施其法宝。所以各位现在有脸书、网络、电脑，我们可以把佛法变成动画，各种语言吸引他们看的方法啊。那你要去思维怎么用，你不能被手机给玩了，玩到啊。你要利用这些的现代的科技配备啊，所以他们在怕核子弹，核子弹我已经设计好佛法核子弹，随时丢来丢去，砰
砰爆发，消除他们的贪嗔痴啊。那太简单了，万法唯心造，我们这个核子弹比他们还伟大啊，不伤害的人，但是伤害他的贪嗔痴，对不对？对治他的烦恼。那各位，你要有这个流通性，所以我想每一个祖师大德传法给下一代，你要广为流通，每一部大乘经典最后都叫什么？流通分。佛陀希望你把这一部大乘经典广为流通啊，这个人需要普门品，这个人需要楞严经，这个人需要地藏经啊，那我们各种法门都要学。所以前面这几条重不重要啊？重要重要，总共十条啊，所以这叫十大愿。那我想整部华严经都是这样，所以读华严经重不重要？每一部经典都重要。你不要说那我从前读华严经其他都不读了啊，每一部经典都这么重要，所以看不完，但是没关系，随缘，但尽力就好。但是你不要比看多了没有用，你会用。老实说，刚刚我们讲这十条，如果有个人把这个十条完全去实践，会不会成佛？对啦，那你有个人说那其他我就不要看了，我就背这十条，那你实在太笨了。所有的佛法都是旁敲侧击，就像一个瓶子打不开，他叫你这边敲敲敲，哐就开了。因为万法都是为了让我们达到那个阶段啊，达到那个菩提心，达到那个成佛。但是这边不行，那边，所以各位你都要。而且有些众生修禅宗，有些众生修密宗，有些众生修律宗，有些众生修华严宗，那你要不要度他们？要哎。啊，我都在观想我哪一天哦，我要讲圣经。啊，因为我到国外去，我讲圣经，讲到老外也来听。那在圣经里面听的都是佛法，隐形佛法，对不对？那你要会啊，你不能说我不会啊，啊！所以各位，人家拜马祖，我们也拜，念马祖也念，但是呢，对我们来讲，马祖是观音菩萨，对不对？然后希望拜马祖的都拜到观音菩萨，拜观圣帝君的都拜到莲花生大师，啊！所以，但是你要入他们的门，他们又不执着。所以佛一直讲空性，就是你不能执着佛法，才是佛教才是究竟的，其他不能，万法没关系。所以做一个菩萨有必要投胎做神父吗？有必要投胎做德烈沙吗？要哎，你都要去投胎的。有必要投胎做孔子吗？太需要了，中国文化，孔子文化在世界各地在推广，但是孔子的精髓恐怕还没出来了。所以呢，你要随顺众生，要引发这个广大流转，你要随顺对方啊。我有时候做梦都梦到说我现在用英文在讲，一下用拉丁文在讲。所以有一位大师叫竺法护，竺法护大师可以讲36国语言，随喜功德啊，随喜36啊，竺就是他是印度来的，他不是中国的出家人啊，像竺法兰、圣摩腾，但是怪不得他可以环游世界36国语文啊，他这样才可以把佛法广大宣扬。就像华严经，当初弘扬华严经的这一位祖师也不是中国人，对不对？他应该是从西藏还是从那边过来，但是他忏悔21天，然后呢，观音菩萨帮他换个头，所以他中文就呱呱叫，把他对华严经的真实的了解用中文去弘扬华严经。所以我想念一下，不可思议，你要有真心就不可思议，这个叫佛法啊。对佛来讲，这个小小的神通算什么，对不对啊？但是对凡夫就可能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只要尽力。所以我们以发这个心求什么？第5页念下来。善男子，我于彼佛所闻如是法，求一切